晨曦出透，就是早上刚出现的那个一个曙光哈，期许就是说在南科的入口意向处，就是黄色丝带这样子的基本造型做一种相互的呼应，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呢，它就像一个新的孕育的机会在等待着你，只要你肯加入的话，它就像在这个黄丝带下面，在那边等待茁壮的这一颗红蛋一样，你的人生还是你的事业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